模，按下去滑上去，逆上去滑下来，这里写的非常的长，勾上去，撇，点，哎，菱形的，瘦瘦小小的，哎，伸得好长，从下面捞上去，带上去，上面又长得好长，撇到中间来集中，这个口都是要向内集中的，带一点行书的动作。再带一点行书的动作，后面可以伸长，免得字压不下来。撇，然后这个点带到后面来，还有一点抽回来，感觉磨。